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跟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可注第476页啊，476页。最后一句，身自皆实相故。这一段我们参考资料里面学了一半啊，后面一半呢我们接着来看啊。从幼无大，从这看起，大日经所说，地水火风空，这是一般说的五大啊。楞严里面有七大，加一个见，加一个识啊，见是根大，大势至菩萨所修的，识是受想行识啊，是他弥勒菩萨代表的啊。五大也好，七大也好，谢具一切影响实际借据言语，从理上讲啊，没有两样啊，习具一切身字就是了啊，设法界借据言语，六尘系有文字。法身即是实相，故身自实相乃表法佛平等之三密。三密是深可依，我们接着往下面看。一为众生本具之曼陀罗，曼陀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道场啊，密宗所说的坛城啊，修学的场所
那么身姿摄相仪，空海本书字真言密教的立场，山明身姿摄相之意，一切音声文字与摄相相即，为教学教相学上啊重要之典籍，系依据《大日经》卷二居延平之等正觉真言一诵而展开，为身姿即实相乃三密中的余密，故进一步说明愚密的实相。实相无相无不相，实相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法界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我们前面学习引用了贤首过师望经还原观所说的三种周边。啊，这就是实相具体的说明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佛法承认、肯定、自性是不生不灭的，自性是一切万有的根源。啊，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人生的本体，啊，中国外国自古至今哲学对于本体依旧是个问号。啊，说的人很多，不能令人心服口服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自性是宇宙的本体。啊，宇宙从哪来的？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就从这一体来的。啊，这个名词说得好，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跟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开悟就是见性了，他见到了，我们没有见到，我们不知道自性是什么。经教学了几十年了，只见到自性的影子，没见到自性。啊，为什么？心不清净，清净心生实相啊。我们的心里面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妄想，大乘教里面叫它做无识无明烦恼。啊，分别叫它做尘沙烦恼，
执着呢，叫他做见思烦恼，就是对一切事实真相啊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啊，看错了是见烦恼，想错了是思烦恼。换一句话说，六道凡夫，我们所见所思是错误。怎么是错误呢？我们把所有现象认为是真，真有，认为是真，真实的。啊，不知道我们所认为是真实的，它全是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我们不懂。他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这一切法，用现代科学家的话来说，啊，科学家把一切法归纳为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也叫信息。自然现象也叫能量，归纳这三大类。佛说这三大类都是假的，都是无常。那为什么说假？它是生灭法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生灭的频率很高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。啊，我想我们一秒钟可以弹到5次。啊，有年岁比我轻、体力强的，啊，弹得很快，一秒钟可以弹5次。啊，一弹指。32亿8000年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0兆，这一弹指。那一秒钟如果弹5次，乘5，1600兆。啊，一秒钟，一秒钟它的频率是。160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？啊，所以我们的眼睛不好用啊，把假的当真的。我们念头跟着错了，坚固执着这些东西真有。啊，《金刚经》用比喻说，这整个宇宙叫梦幻泡影。啊，说了4个字比喻，这4个都是假的。啊，4个比喻当中，实际上是说的梦，其他的3个字是陪衬的。啊，梦我们知道是假的，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。啊，梦醒之后，一切成空了。什么人能够在梦境里头知道他是在做梦？不知道啊，
很少有这种情形。啊，我们过去有个同学，周嘉玲居士，啊，他也往生多年了，他大我7岁。啊，我们都是李老师麾下的。他告诉我，又听经听久了，听了几十年呢。他工作在台中，所以很早就有机会亲近李老师。啊，比我早10年。啊，经听久了，印象深了，经上常常讲梦幻泡影。啊，梦是假的，真的有一次他在做梦当中，啊，意会到这是做梦。啊，梦中遇到老虎要吃他，他就很这个从容的舍身为虎，那假的吗？这个时候突然就醒过来了，不害怕了。这以前也梦中梦到老虎会吓害怕了，哎，这次突然觉得，哎，这是梦境，我要效法菩萨，舍身为虎。啊，他就醒过来了，说这个故事给我们听。啊，不容易在梦中知道自己做梦。啊，确确实实啊，六道轮回是个梦境呢。我们人真是无常啊！啊，不是10年10年老啊，1年1年老不是的。1秒钟里面呢，要算念头啊，一念比一念老啊，就是1600兆次的老了。1秒钟啊，1600兆次的生命。啊，这个话还是很不好懂。啊，我们用比喻，大家就容易明白。啊，应该在10年前吧。我们看电影，电影是幻灯片，啊，还没有像现在的数码，数码就不容易比喻了，幻灯片，啊，我这个地方有几张电影的底片的幻灯片，啊，那么这个电影的底片在放映机里面放的速度是24分之1秒，啊，就是1秒钟，它的镜头开关24次，啊，镜头打开，这一个画面打到荧幕上去，立刻关注，再打开第二张，啊，1秒钟24张。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，啊，好像是真的一样，啊，就动画片嘛，就这个意思嘛，啊，那我们明白了，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了，我们现在24张，就是1秒钟，我们只放一个片子一张，其他的统统把它抹黑。那么在画面上是什么一个形状情况呢？我想大家看到的是，一定是知道有一个闪光，一闪就没有了。这个荧幕上突然是一个闪光就没有了。
这闪光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看清楚。啊，24分之1秒就看不清楚了，还好，还知道有一个闪光。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，是什么情形？就在你眼前表演，你根本没有知觉。这真的，所有的现象都是在这个速度之下成就的。谁发现？没人知道啊。大乘经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到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呢？八地以上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修行人的等级是禅定，不是别的。啊，这个禅定的深度，大乘里面分为51个等级，一个等级比一个等级深，这甚深的禅定。啊，那我们晓得最粗的石头碗，粗果，粗果它有一点定功，为什么呢？见烦恼断掉了，啊，他晓得生不生活，不执着生生活，所以身见断了。边间断了，他晓得现象是假的。啊，边间是两边，对立的两边，就现在讲相对的。啊，他把相对的概念放下了，成见放下了。那么人成见很深，主观观念很深，放下了，这都错误观念。啊，邪见放下了，真的虚头暗苦，有一点小定，这个小定恢复了2个神通，天眼天耳。换一句话是，他能看得透墙壁。啊，我们在楼上，他有能力看到楼下人在干什么。他有这个能力，啊，他有天耳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不需要用耳机、手机、啊，远方人听话，他听得见，啊，他看得清楚，啊，这是定功最初的，那么通过实心、实住。实行是回向40个位置到实地，实地里从初地到八地，51个阶位，他到了48个，第48个阶位，1秒钟1600兆的频率，他看见了，他是亲眼看见的，啊，而且能知道1秒钟啊，频率是1600兆，有这种能力，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宇宙怎么来的？就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。要知道，产生的宇宙全是幻象。啊，这个宇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从上面讲，佛、菩萨、圆觉、声闻，下面是六道。啊，
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啊，这十法界这个现象，就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是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。真的相续应该就像这画面，每一个画面是完全相同的，这叫相续，它张张不一样，就是每一个念头没有相同的两个念头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是相似。看宇宙这么大，一秒钟里头就千变万化了。千变万化是形容词啊，不止千变，不止万化了。啊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变化，何止千变万化？千变化是形容词。啊，一秒钟里头1600兆个变化。啊，这才看到真相啊，它怎么变的，怎么化的，啊，每一个念头的变化能看清楚，能看明白，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啊，菩萨到顶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啊，最高的四个阶层，再上去成佛了，不是菩萨，妙觉如来。再没有上面了，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啊，那么这才说出三密也，啊，就是身与意，它是从法性流出来的，法性是真心，法性就是本性。啊，既然是真心是本性，那它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无处不在。啊，所以它这个能量就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念头在动，整个法界全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一体，自性是一体。啊，光跟电的速度不能跟它比，差太远了。啊，光电磁太慢了。啊，从太阳到地球还8分多钟才到。啊，我们一个念头比周边法界，啊，比光比电不知道快多少倍，没法子计算。啊，这是第一个周边法界，无论是一念念头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用物质现象波动产生的，它的波动频率是1200兆分之1秒，这叫一念。你佛经上讲讲一念，这一念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。啊，听了弥勒菩萨的开示，我们才有这么一个概念，原来一念是1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那叫一念。啊，那么我们普通讲一念就一弹指吧，这么短的时间吧，那已经有320兆个细念，微细念头，啊，像这幻灯片一样，这一弹指里面，320兆，我们怎么能懂得？但是现在被量子力学家
吃出来了。物质现象到底是什么？这个秘密揭穿了，宇宙的秘密。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我看到科学报告，现在科学家的仪器，最新的仪器，能够探测到1000兆分之1秒，1000兆分之1秒能够捕捉到。那我们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个。是1600兆分之1秒，佛说的速度比它还高，我们有理由，科学家能够造得出来，再向上提升，可能把佛经上讲的这个速度。掌握到了，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是真相呢？假的，所以德国普朗克博士说，这是个量子力学家，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我是看他的报告。他发现了微中子，物质里是最小的，不能再小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他就到这个境界。那么佛经上说，最小的物质叫极微之微，也叫极微色。这个就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呢就没有了。就空了，那么微中子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，再把它分开了，物质没有了，物质没有了是什么火？发现是意念的波动现象，这个秘密一揭穿。这是科学里头有个最大的革命性东西出现了，物质从哪的？物质是念头变现的，心变现的，跟佛经上讲的色由心生，相由心生，佛经上讲的色讲的相都是物质，你像五音色受想行识，那个色是物质现象，后面呢，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，心跟物是分不开的，但是现代的这个科学，这科学这400年是把心跟物分开了，心理学、物理学把它分作两个，现在量子学家发现了，这个分法是绝大的错误。导致现在的科学界发生许许多多的问题不能解决。现在知道心跟无是一，不能分开，如果一分物质就没有了。普朗克说，根据他的研究，一生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是意念产生的幻象，它不存在。你看它存在的时间只是1600兆分之1秒。一秒钟它已经产生1600兆次的变化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确确实实，我们用这个过去这个电影
啊，这种现象来做比喻啊，很恰当啊，就是把速度加快啊。你看，24分之1秒，我们就被他欺骗了啊，看到这个荧幕上好像都是真的啊。那么更早的电影，大概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，黑白的啊，最早的黑白的还有没有声音的，这个我们看过啊。最早的电影到电影院去看电影，只有画面没有声音，以后有声电影啊，黑白的再变成彩色的啊，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经历过的啊。最早的电影是无声的，只看画面啊，谁眼睛真不行啊，被欺骗了不知道啊。啊，明白之后的时候才晓得根本不存在嘛。存在的时间只是1600兆分之1秒。一秒钟它已经累积了1600兆个亿年啊，1600兆个物质的幻象啊，就像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电影一样啊，那是累积应该至少是半秒钟啊，半秒钟12张重叠在一起，让我们看到，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单独一张是看不到东西，只看到光一闪就过去了。啊，再大的音声，星球爆炸，我们听不见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1600兆分之1秒，耳朵还没有接触，没有了，就不在了。啊，看真的看不见呐！啊，所以佛问的很有味道啊。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这话问的非常有味道啊！啊，我们心里动个念头，那个念头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念头累积在一起，你才有感觉。一个念头是绝对没有感觉的啊，八地菩萨那种定功他才能感觉得到啊，七地以前都感觉不到啊，何况我们凡夫连小乘须陀洹这最小的定功我们也没有啊，我们怎么能知道宇宙真相啊？科学家报告出来了，我们得不到圆满的受用，自己亲证的受用，不是自己亲证得不到受用啊，亲证的受用非常明显，就是六种神通啊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能量大大的增长了啊，眼能够看到全宇宙啊，那我们现在的眼能见近，不能见远，距离远了就看不见了。
啊，只见内不见外，在房子里面只见房子里面，不能看到房子外面。啊，有天眼就不一样了，他能见远，定功愈深，看得愈远。啊，到八地菩萨那看到没有极限了，没有边际了，全都能看见。啊，宇宙怎么起源的？一念不绝。啊，一念，这个一念没有原因，突然起来的。如果第二念不相续，就没事。第二念接住了，第三念又相续了，那就迷了。一念不绝就变成一个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妄心从真心变出来的，没有真心哪来的妄心？所以真妄是一体，可是其用不一样。真心觉，妄心不觉；真心明，妄心不明，叫无明。啊，那妄心有没有呢？不能是有，因为他加了个妄字。妄心，妄就是没有。你要认为他真有错了，那真没有。啊，可是他念念迷，他就起作用了，愈迷愈深，迷得深到我们没有办法回头了，这就变成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还有没有机会回头啊？回头是有啊，你不肯回头啊？怎么回头？放下虚妄就回头了。啊，像慧能大师，像释迦牟尼佛，他们都是在一念当中放下了。第二个。那个一念不绝就没有了，这彻底放下了，这叫顿悟。顿学顿悟，顿修顿证，一念当中完成，一念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就在这完成。啊，从理论上讲，人人都可能，啊，这一点都不假。所以佛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个个都可以立地成佛，只要你眼耳鼻舌身对着外面境界，真正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慧能怎么成佛？就这个成佛的。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？就是这个成佛的。不是佛教里面，啊，伊斯兰教的圣人，穆罕默德，他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不认识字。啊，古兰经是他说出来。他说出来的，别人把他记录下来。啊，那个我们知道，那是感应。啊，古兰经是真主。用
穆罕默德圣人的口说出来。啊，这个我们相信例子很多。啊，那是一部真经啊。中国古人叫人呐、啊，诚则灵，就通灵啊。真诚到极处，你跟诸佛菩萨就通了。啊，真诚到极处，啊，真诚到极处，你跟自信通了。啊，通少分证阿罗汉，通多分就成菩萨，全通了就叫成佛了。啊，怎么通的呢？放下。啊，阿罗汉只放下见思烦恼，无明尘沙没放下。菩萨放下尘沙烦恼，无明没放下，无明一放下就成佛了，就全通了。所以修行正果，不是在你经念的多，不是这个，是你放下多少。啊，修禅定放不下，叫世间禅定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世间禅定跟出世间禅定同样有那种功夫定功，一个放下了，一个还没放下。啊，虽没放下，定功扶住烦恼没断。啊，所以他定力失掉了，那个烦恼起现行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四禅四空定。啊，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修的禅定不一样。啊，菩萨他们修的禅定，真的是把烦恼断了，真的把烦恼放下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他不是扶他，他真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叫我看破放下。啊，这是佛教人的诀窍啊！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啊，看破不能放下，放下不能看破，这都是凡夫啊！啊，看破放下叫真干。看破放下也叫真干，真干就能提升，不肯真干不能提升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常识，变成知识。啊，知识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这就错了，不能把佛经当作知识来看。你就有出路了，啊，能够超越了，把佛经当作一个知识，就像大学里头，啊，开的佛经课程，啊，在这学期里头开课的，这个不行，这是知识，啊，这时候佛法变质了。不是真的佛法了。啊，那我们学这些东西，就像学世间法一样，跟世间哲学没什么两样。啊，你能讲得很透彻，你也说得天花乱坠，
啊，也可以著作等身，但是与了生死出三界、断烦恼证菩提毫不相关。啊，这就是古大德常说的，你错用了心呐。那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体会到学佛真难呐。几个人会用心呢？会用心的人会开悟，不会用心的人开不了悟。啊，会用心的人是会用真心把妄心放下。啊，在哪里用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用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用，用真心。啊，不是说我学佛打坐参禅念佛我用真心，啊，处事待人我用妄心，那就高明了，那比佛还高明。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有没有呢？有，什么人呢？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，他不变随缘。不变是真心，随缘，随大家，你怎么样，我也跟你怎么样。啊，他还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。啊，不变随缘四个讲法。啊，随缘随着变，是凡夫。随缘不变是菩萨，啊，随缘当中修不变，不变不随缘是二乘小乘，啊，阿罗汉比丘佛他们不变不随缘，诸佛如来是不变随缘。啊，那个才到究竟圆满呐、啊！菩萨道随缘当中学不变呐、啊，一变就完了，就堕落了。啊，不变就成就了。啊，我再说的明白一点，什么叫不变？我眼见色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是不变。耳闻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不变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叫不变。啊，那菩萨修行就知道了。啊，不是经念的多，不是佛号念，这个是、形象，不重要的。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你是不是不变？是不是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？这叫真因修行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千经万论的、无非就是讲这个东西啊，不是说别的啊。这个说明文字、音声。都是实相啊，在佛与大菩萨的心目当中，没有一样不是实相啊。无相是实相之体，有相是实相之用，有相无相两边都不住。这是诸佛如来发身大士啊，发身大士还有一点习气没断，所以现十宝庄严土，习气要断了，十宝庄严土也没有了啊。真的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
十报庄严图也不例外。啊，其如这个境界，真妄亦如啊，心地真清净呐，真一念不生呐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不问你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干干净净；问你的时候，答案全出来了，没有通过思维。没有通过想象，答案从哪里来的？自信本有的智慧里头流出来的，哪里会错呢？啊，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无论是大乘经、小乘经，全是从自信流出来的。啊，决定没有通过思维想象，没通过，啊，完全是不起心不动念这通这出来的。所以你要想求真智慧，要从戒定慧当中去修，离开戒定慧没有，这一点要知道啊。佛所说的经论什么用处？我们在没有真正修行之前，先了解它。啊，这经书说明。啊，真正修的时候，这通通起作用的，那就是身、口、意三密。啊，正果的时候，正什么果呢？我所行的、所证得的，跟经上所说的相不相应？完全相应，那我走的路一点都不错。啊，经论是给我们做证明的。如果你的境界跟经上讲的不一样，那么你走错了路了。啊，走错了，很可能入了魔境界。走邪了，走偏了。啊，所以经论是指路的，路要自己走，没有人能代替。决定是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这是菩提大道，啊，是没有戒能得定、能开慧的，没有。找不到一个。戒律重要啊！啊，不在戒律上扎根呢，你不会有成就。戒律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，帮助你放下。啊，你要真放下。大乘菩萨84000细心，小乘圣者3000威仪，从哪来的？都是从十善业道来的，啊，归纳起来就这十条，这十条展开，菩萨展开83000，啊，阿罗汉展开3000条，对，不能小看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许多化的佛像，
啊，佛像头上有个圆光，圆光顶上有三个字：嗡阿吽。我们看到的有用梵文写的，有用藏文写的，也有用中文写的，发音都一样，都叫嗡阿吽。嗡阿吽是什么？就是身口意三力。啊，嗡是身，阿是口，吽是意。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啊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。身口意三昧，所以这真的是实相，一点都没有说错。啊，那么身自界实相呢，这是三昧当中的语昧。既然是实相，它就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它有影现不同，啊，影也是变法界，现也是变法界。这真叫谜呀！啊，弥陀在我们面前现身，来见我们了，啊，现在我们面前。弥陀是不是从极乐世界来啊？不是啊，就在面前现的啊。啊，他拿着莲花，我们上的莲花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有没有走步？一步也没走啊。怎么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？就像电视一样，按这个频道，再按一个频道的变化。有没有来去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体变虚空法界，相变虚空法界？啊，哪个地方都能现阿弥陀佛，我这里感在我这里现，你那里感在你那里现。那没有感，它就不现。那所以说，现也变法界，不现也变法界，叫密也。啊，所以故进一步说明愚昧的实相，并借此开示三昧平等，这最高的智趣。啊，身口意三昧。啊，我们懂佛相，这里啊这个名词的意义就能够体会到一些。啊，对这实相两个字搞不清楚的话，他完全不懂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啊，这是借一个身字解实相，注重那个借字。啊，身是实相，六尘都是实相，六根都是实相，六识都是实相，无有一法不是实相。啊，实相真妄。啊，真是真如，实相之体；现象是真如其用，就是实相的作用。体用是一，不是二。体不可得，相是幻象，也不可得。所以，我们执着有所得，就错了。啊，六道凡夫才有这个执着。啊，四圣法界没有这个执着了，知道这是假的。这阿罗汉、辟支佛不执着。啊，但是他不执着，他不得其用，那个假的还是有作用，所以他不变不随缘。啊，菩萨比他高。能得起得这个假象的作用
啊，用假象来普度众生，帮助众生从假入真。啊，这个是阿罗汉做不到的，因为阿罗汉没有完全了解，对实相没了解。啊，他只知道万法的体是空的。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呢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24章第11章，48愿呢第19愿，闻名发心愿。我们看经文，我作佛事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。这是第19愿。啊，这一章里头有2愿，19愿跟20愿，这2愿也很重要。这一愿里头讲到发菩提心，20愿里面讲到做阿惟越致菩萨，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说明发心修净土，希望这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知道心愿持名，不要忘记菩提心。心愿持名，菩提心在哪里呢？在心愿。啊，为什么？菩提心的体是真心。你不是用真心去信，这个心靠不住。啊，心里都有怀疑。心不是真心，往生极乐世界就靠不住了。愿没有菩提心不是真愿，啊，有菩提心是真心真愿，那就决定往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菩提心是叫我们用真心，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决定不能欺骗别人。常常欺骗人的人，天天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极乐世界不能收你。啊，因为你还用妄心。你说我念佛用真心啊，我带人那个人骗我，我也骗他了。一妄一切妄，一真一切真。啊，你对这个人妄心呢，那念佛也是妄心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用真心，真心不是吃亏吗？哎呀，吃点小亏有什么关系？到极乐世界就占便宜了。这个地方不肯吃亏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那个亏可是大了。啊，小亏多吃一点，古人讲，吃亏是福。鼓励我们吃亏，奖励我们吃亏。啊，古人讲的话真的，
没有骗我啊，所以我们要学吃亏，欢喜吃亏啊，要学上人家的当啊，消自己的罪业，消业障啊，啊，处处不肯让人亏可吃大了。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，这方法非常微妙啊！啊，一般人听不懂，不肯接受。啊，我学佛60多年，我对古人这些话完全接受，圆满的接受。啊，我用真诚心待人，人用真诚心待我。我们不期望他用真诚，久而久之，他真的用真诚心待我。啊，别人还会欺骗我，啊，还会回报我，我的真诚心不到家。还不远吧？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检点，我的真诚做得够不够啊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有章。这是第11章，包括第19文明发心愿，与第20临终接引愿。啊，这一章里头有两愿，名号就是名字，啊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。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，我做佛事啊，显体为名，名彰于外而号令于天下为号啊，名与号同体啊，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名号通体。那么这个名号通于诸佛菩萨，与本经呢常常专指极乐导师的名号阿弥陀。实际上，阿弥陀是通。一切诸佛菩萨都叫阿弥陀啊，为什么？阿弥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量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啊，觉悟的觉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？都是啊，无量觉就是佛的名号啊！啊，无量觉还差一点，差什么呢？无量觉那个，它还有点习气没断。啊，我们讲。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有那么一点没断，但是可以称无量觉啊！你看我们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无量觉，化身菩萨通通称无量觉
他除了习气没断，不能回归常寂光，就差这一点。其他的跟佛果地上的智慧神通道理毫无区别，就是不能回归常寂光。习气断了，他就住常寂光了，不住十八土了。十八土有相，常寂光没有相。常寂光就回归自性，回归本体。啊，这个相不要了。啊，到那个境界，自然不要想了。啊，这个境界，初学的人无法想象。老子有这个境界，没达到。啊，老子说：“吾有大患。”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我有物有身，我有这个身体，那么有身体多好啊！有这个身体真是忧患，要为他操心啊！你看，这是真正聪明人呐！啊，他希望没有这个身体多好啊！啊，到等觉菩萨，这个念头就浓了。他最后一品，生相无明习气断掉了，他就超越十八土，回归常寂光。这个时候不叫菩萨了，啊，《华严经》称他做妙觉如来。啊，你看。在菩萨那叫等觉，啊，等于妙觉，不是妙觉，等于妙觉，啊，那一天最后的生相无明放下了，他回常寂光去了，啊，实际上回常寂光就遍一切处，没有回常寂光，无明断了。也变一切处，啊，尤其是十地菩萨，啊，登地也，原教登地也，他们的功用跟如来果地上没有差别。啊，现身说法，初住菩萨就做到了。啊，他就有能力，在六道，在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里头，啊，众生希望佛出世度他，他就能现佛身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应化在世间，住世八十年，讲经教学四十九年，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啊，在理论上讲的时候，初住菩萨就可以这样实现。啊，那么从初住到初地有三十个位次，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到初地。啊，我们通常称三贤菩萨，称地上菩萨叫摩诃萨，啊，菩萨摩诃萨，菩萨是三贤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这是三贤，啊，上面十地，从初地以上称摩诃萨，
啊，摩诃萨是大菩萨了，他们跟佛越来越接近了，啊，智慧神通道理越来越接近圆满了。所以阿弥陀一定要晓得，法藏比丘在极乐世界成佛，他就用这个做名号，啊，用一切诸佛的通号做他的名号。发菩提心，菩提是梵语，就以为道，心以为趣，啊，这个心就是以玄奘大师为界限，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经叫就义，玄奘大师以后翻的经叫心义，啊，玄奘大师就把它翻成觉，叫觉有心，啊，就义呢成为大道心众生，啊，菩萨成为大道心众生，啊，先翻译的这玄奘大师翻译觉悟的有情众生叫觉有情，他不迷了，啊，普通的有情众生是迷惑颠倒，这个人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，所以他能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就是真正觉悟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知道，哦，成佛是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我们都知道。啊，也讲得天花乱坠，自己没放下，还是凡夫。啊，那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解悟，我明白，我没做到，做到了叫证悟，证悟管用，解悟不管用。啊，解悟教学可以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不行，了生死出三界不行，啊，讲经教学可以。啊，所以天台智者大师说，他老人家说得好，他说能说不能信，说的没错，这几年没讲错啊，固执思也，这就是他有能力教化全国人民啊，固执他可以教，如果能说又能行呢，这过之宝也，过宝啊，为什么他正的啊，他是正悟，这能说不能行是解悟啊，他有信他有解，可惜他没有行证啊，行证重要啊，没有行政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一个好的老师教授啊，用佛经写博士论文可以拿到学位啊，那我知道这个，我去看过三个学校啊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，都有儒释道的学位啊，用儒释道的经典可以拿到学位
啊，可以做一个这个欧洲的汉学家，啊，没有新政。啊，有正确的解释不容易了。啊，这个正确的解释是都是要根据经典，不能离开经典，不能说我想怎么样，这不可以。啊，想一想是很麻烦的事情，这个例子不能开。开了之后，将来人都来想想怎么办，就把整个佛法搞乱掉了。啊，这个因果责任要承担。啊，这就是慧基本。为什么改动他一个字，字改得很好，没错。为什么后人批评？啊，王龙书的本子，莲池大师在《弥陀经疏钞》里头，差不多一半引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半的经文呢，都用王龙书的回集本。啊，这是承认他了。但是又为什么要批评他？啊，就是会稽的时候，把原文的原经文的字改了几个，他改没问题。啊，他是文学跟经学造诣都达到这个水平，啊，改得好。可是这个风气不能开。开了之后，将来后人，哎，他改了，我当然也可以改啊。我看不懂的地方，我就改我的。这个带头那个人要背因果责任。所以古人定的规矩，决定不能改，错了也不能改，只可以住在旁边。啊，住在这个，所以叫没住，住在上面。这个字可能是什么字的错误，这个可以，你不能把它改过来。啊，这个就是你负责任。那么王龙书的本子改了，真有几个字改了。啊，魏默生的本子也有几个字改了，在文人习气不知不觉的改了。也许他没想到，啊，这是决定不可以的，啊，必须有凭有据才行。没有经典做依据的话，那是你自己说的，不是佛说的。啊，这个自己要负因果责任。最怕的是带开这个例子，到后来人通通都跟着改。啊，那么这个经传几百年之后就不像样子了。啊，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严重。啊，印光大师对随便改动经这个经上的经文，啊，是以很严厉的态度责备他。啊，所以汇集必须字字是五种原译本的原字，原来的句子。啊，这个是夏莲老用十几年的功夫完成这个本子。啊，也就是每一个字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，没有敢改一个字。
啊，取舍精当，啊，非常妥当。啊，选举的时候可以增减，不能改词。啊，句子很长，可以简化。哎，但是意思保存没有改变。啊，这个可以。啊，造句更简练，意思完全保存。下面引用深照大师的话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，念老的注解也是句句都有根据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以经注经，以祖师大德著述所说的来注解，提供给我们学习做参考。啊，不是他自己意思。如果是他自己意思的话，他行不通。现在人不服气，不肯承认呢。啊，所以这种注子，这个方式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赵公曰：“道之极者，称为菩提。”啊，这是玄奘大师之前，僧肇是鸠摩罗什的学生。到极端的时候，称为菩提。那菩提是最高的道。前无言以一之，啊，中国没有这个相当的字来对范。啊，盖是正觉无相之真之乎？啊，只能用这个来解释。啊，秦罗什大师在中国那个时候的皇帝是姚兴做皇帝，啊，国号称为秦。中国称秦的在历史上有三个，所以加上啊皇上的姓名啊，称为姚秦。菩提心即是求真道之心，求正觉之心。又菩提心呢，即是自觉觉他之心。详言之，如往生要集所云之二种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的解释很多。也很不好懂。啊，菩提心的体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说的，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啊，这叫菩提心。至诚心是
菩提心的体，身心是自受用，回向法运是他受用。怎样用真心对自己，怎样用真心对人。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所说的菩提心，体是执心，自受用也是讲身心，他受用大悲心。古德常常把经论合起来看，比较容易懂。那身心是什么呢？什么叫身心？古德的解释，好善好德。好善好德的意思很广。怎样叫好善好德？古人的注解很多，不好讲。我早年在美国，80年代的时候，在美国各处讲经，我讲菩提心呢，就用本经的经题。身心呢，它这有五个字很好，那就是身心。清净平等觉，所以我用这个来作为身心，我写了十个字：真诚、菩提心的体，清净平等正觉，这就是身心，这样很具体。大家很容易懂。那他受用的呢？慈悲，合起来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我用十个字来解释菩提心。这样好懂。对自己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觉而不迷。要用这个心呢，对自己好啊！与道相应呢，与处理三界、处理十法界相应，与往生净土相应，自己。不能染污，不清净就是染污，不平等就有傲慢，傲慢是事出事情，做学问的人的通病，读书人。孔子说的一句话，我们要牢牢记在心上，常常用这一句话来反省检点自己，因为自己傲慢，自己不知道，别人也不会不肯给你讲。夫子说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施教且令，其愚则不足观矣。傲慢大病啊，不是小病啊！你的品德学问再高，只要有一点傲慢的习气，人家说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佛家的大戒。解满
贪嗔痴慢疑，大戒啊！贪嗔痴后面接的是慢怀疑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什么样的人来学佛法很容易起入？没有贪嗔痴慢疑的人，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入佛境界。凡是不能接受、入不了境界，大概都是傲慢怀疑啊，这两个字造成严重障碍。佛来跟你讲，你都听不懂。为什么？你有怀疑啊！现在的人谁不怀疑啊？科学教人怀疑啊，事事都要怀疑。对科学精神啊，在中国现在人家教小孩我不知道，在美国我知道。美国人教小朋友上幼稚园的，可别相信人啊，人都是坏人啊，不要被人骗走了。哎，教小人对大人的时候啊，都要用怀疑心。你看看麻不麻烦？那从小就教授怀疑了，他长大他能不怀疑吗？他对什么都怀疑，那这个人学佛就没指望了啊！佛法是决定不能怀疑，有丝毫怀疑就障碍你开悟啊，障碍你得定啊！啊，不怀疑不傲慢到哪去找？太难太难了啊！所以现在讲，你是开办学校啊，办个佛学院，能成就人吗？啊，大概在大陆上听说也知道。台湾有个国清法师，学戒律的，啊，这是早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办了个研究班，啊，这个研究班八个学生，六个老师，我也算其中一个。啊，所以我教过他。那个时候他们刚刚毕业，大学毕业。啊，两个女生，女生的条件是一生不可以结婚。啊，才收你。这八个学生，我没想到，我们离开之后再都没有见面。啊，国庆前几个星期来看我，过年时候看我，30多年没见面了。我问他，八个同学还在不在？都在，都60出头了。啊，八个学生里只有他一个成就。啊，所以我称赞他难得了。老师办这个班没有白办呢，啊，还有一个成就的。他怎么成就的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30多年的时间用在戒律上。啊，不但他学戒，他真干。他把戒律落实在生活，
在香港住了五天，我鼓励他，他身体不太好。我说佛菩萨会保佑你，祖宗会保佑你，将来佛法能不能兴起，全靠你了。佛法要想兴起了，从哪里兴？从戒律啊！没有戒律，假的，讲的再好，这人没修过戒律，就完了。想盖房子，戒律是基础啊，这个房子没有地基啊。啊，所以戒律比什么都重要。决定不可以疏忽。啊，在我身边有个年轻法师，定弘，大家都知道。他跟我不少年了，那认识很久了，在美国就认识。啊，在美国他在念书，星期假日常常跑到我们小道场。啊，跟着谁学佛？啊，以后出家了。啊，跟我出家，我说我没有寺庙啊，我一生是游牧啊，哪里有缘哪里去。我给他介绍一个法师，香港常怀法师。啊，跟他出家剃度了，啊，跟到我住在一起学经教，啊，很好，讲的也不错，啊，我说你的语言成熟了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国清法师会来看我，这个缘难得，我说也许佛菩萨安排的，就是为您安排的。啊，我说你到他那个地方，好好的学三年，能学五年更好，至少三年。啊，你将来出来讲经，这是修过戒律，不一样，那影响力就大了。啊，如果将来我有机会。能够跟中国佛教界里面接触到，我会推荐他在中国办一个戒律学院，他可以做院长。我问他，你底下现在有多少学生？大概有60人，60多个人，能够讲戒律、学戒律、讲戒律。啊，你认为还不错的有几个？6个。啊，我当时就把定弘介绍给他，他跟你学。啊，我就把告诉定弘厉害的是，你要不受这3年、3、5年的这种训练，你将来弘法利身。有个把柄在人手上，人家瞧不起你。啊，你也没有办法把人真正教好。啊，他跟我的好处是可以跟这个世界，啊，许多地区去广结善缘。啊，你只能学到这些。啊，但这个不重要，戒律重要。啊，这个10年，我参加国际活动，他给我做翻译。啊，是我一个很得力的助手。
为了正法，为了佛教，我不能顾自己，我要顾大局，我把他送去。那我说我自己宁愿没有助手，苦一点不要紧，你重要。那这叫从根扎起啊，真正发菩提心呐、啊，持戒念佛啊，才能把将来复兴正法、复兴传统文化尽一份力量啊！我对于国清的成就非常欢喜，非常赞叹。我说老师，这个4年研究班没有白开，总有一个人出现了，有一个就不错了。啊，这老师的功德就无量了。啊，那么《往生纪要》里头，讲的有两种菩提心，第一个原始菩提心，此即密乘之性愿菩提心，以四弘誓愿为体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应生菩提之因；烦恼无数誓愿断，是化身菩提之因；法门无尽誓愿学，是报身菩提之因；无上菩提誓愿证，是愿求证得佛果菩提也。这是《往生要集》里头啊所说的第一种菩提心。由前三行愿具足成就，而证得三身圆满之菩提，还福广利一切众生也。啊，第二呢是圆理菩提心。啊，这是密宗里头的圣意菩提心。啊，这个我们读参考资料里头统统都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啊，行愿菩提心。啊，圣意菩提心跟三摩地菩提心啊，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。好，今天学到此地。